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，王一博全能艺人，人狠话不多。王一博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，不仅在影视界、音乐界有很高的人气，他还在主持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他长相帅气，多才多艺，跳舞真的是酷毙了。王一博不善言辞，却是天生的舞台王者，有着与生俱来的舞蹈天赋，曾在音乐领域多次获得大奖。王一博早期是在韩国深造，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，于2014年以韩国组合 UNIQUE 成员身份正式出道。看王一博跳舞真的很舒服，超级酷，并且他的动作很流畅，不会让人觉得僵硬，与音乐也融合得很好，身体的控制能力真的是太棒了。散落的华服你们看了没？真的是被王一博深深的震撼到了，真的是封神级别的了。王一博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实力不容小觑，是才华与颜值并存的偶像，在综艺节目《天天向上》凭借可甜可盐的帅气外形和炫酷舞技受到观众们的喜爱。王一博是在2016年加入《天天向上》的，刚开始作为主持小白，在节目中也不怎么爱说话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，可经过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主持水平，慢慢的就成为《天天向上》不可或缺的一员。We'll be right back.